Hello， 我是星光精华城团长。也许我刚才拍到捷运，大家还以为我是要搭捷运，错，我也拍到公车站。答案是要搭乘快速公车回新店。我想大家都不知道快速公车，我直接讲答案好了。是951路线，从汐止，然后经过南港展览馆这边，然后很快就上南港交流道高速公路国道3南下，直达新店交流道新店区，很快就到捷运大坪林站。也许是大家眼中的隐藏快速，因为大家只知道捷运才是最快的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大众运输工具你所不知道还比捷运快的，就是快速公车。来，后面后面，
经从南港展览馆搭乘951路线公车直达到新店区，这里是捷运大平林站，坐到这里最快是20到25分钟，其实很快，总比搭捷运还要快。所以一句话，天下没有捷运是最快的，只有你眼中不知道的还要比捷运还快，就是快速公车。那如果从新店区要去南港软体园区、南港展览馆、汐止方向，就搭951路线就可以直达南港区、汐止区。如果不知道怎么搭公车的或是搭捷运的，通通都问我这一位星光精华城团长，我本身也是公车迷，也会去研究体验大众运输及路线。感谢大家收看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和分享，下次再见咯。